北京时间10月3日 ,NBA 季前赛开启已经有几日时间，联盟部分球队也都迎来了自己的首秀表演，比如湖人、凯尔特人队、太阳、76人队等。而就在我们被这些精彩赛事所吸引时，勇士这边却接连迎来了一些不利消息，让球迷们随后也是对这支卫冕冠军球队感到一丝担忧。昨日据 NBA 记者 Mark J. Spears 报道，麦考将会拒绝金州勇士队所开出的2年400万美元续约合同，而这将会是麦考第二次拒绝勇士队的续约报价。作为一个二轮秀，麦考的实力与天赋显然有限，再加上他曾经腰椎受过重伤，勇士队这两次对他的报价显然是诚意十足。随队夺得两个总冠军荣誉，麦考如今显然是希望得到一份大合同了，但他这无疑也是给勇士管理层出了一个难题。而就在球迷们对麦考的举动热议不断时，今日美记又更新了一个勇士队的不利消息。据勇士跟队记者 Mark Medina 报道，格林今天因左膝酸痛未随队参加训练。勇士队今夏虽然在自由市场上得到了考辛斯，球队的整体阵容实力又提升了一个档次，在伴随着赛季的慢慢开始，勇士的夺冠路显然并没有像我们预料到的那样顺顺利利。但话又说回来，毕竟新赛季还未正式开始，勇士队也还有调整的时间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期待着他们的表现吧。